今天我们来玩一个考验智商的小玩具，我们先把这个小火箭放进里面，它的玩法就是把这个小火箭取出来，前提条件是不反过来，也不借助任何工具。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先用手指去捏一下，看能不能取出来。我昨天刚把指甲剪掉，如果你的指甲够长的话，有可能把它取出来。很显然用手是捏不出来的，不装了。其实我在隔壁偷学了一个方法，非常简单，这招很好用。但是还没有结束呢，先不要走。这两天我一直在找第二种方法，可以说是废寝忘食，今天也终于有了答案。回顾一下前提条件，不倒过来，不借助任何工具。像这种已经失传的神功我就不说了，我们用科学的方法。还记得牛顿第一定律吗？这一招我不好意思当大家面展示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把你手里面的菜刀放下，这只是一个玩笑，其实它的前提条件是不能移动的，所有附加的前提条件就是为了修复 bug， 使其只能吹出来。那这样你还能想到第二种方法吗？